这是我们卯碧阳纵走的最后一座山头——羊头山。山在花莲县境，环顾四周，有不少山头是第一次被麦哥点名。看到如此山景，新鲜之中也让我们多日的疲累获得最好的报偿。从碧鹿山到羊头山途中，经过七道锯齿状连续山峰，锯齿连峰的每一座山头都陡峭险峻，避无可避地上下攀爬。像锯子一样脱磨着每一位成员的身体和意志，不可避免的，我们再一次摸黑夜行，而那只沉重又不符合人体工学的脚架最是脱磨心智。还好大家众志成城，终于把自己和脚架都带到营地。这是几天来我们第一次扎营在预定的住宿点，只是整整晚了一天才到。平整的营地，温暖的帐篷，让大家终于睡了个好觉。那些被锯齿折磨得七零八落的身心，总算有机会拼凑起来，可以继续背起背包，大步迈向羊头山。1972年12月，整整40年前，登山界几位前辈选定台湾百岳，并在羊头山成立百岳俱乐部。虽然羊头山是台湾百岳的小老弟，却是台湾登山史上意义非凡之地。我们在这里接受中央山脉大纵走之前的特别训练，有种骑前贤向台湾登山活动开拓者致敬的意思。登山者说，每一次下山都是攀登另一座山的开始。我们走完卯碧阳，那串联无数山头的漫长山道，中央山脉大纵走即将从羊头出发。这就是神奇的锯齿连峰，一个个锯齿耸立，完全就像一只划开天际线的锯子。我们无法逃避，非得像蚂蚁一样攀登在陡峭的岩壁上，翻过齿峰，上上下下，硬碰硬，一点折扣都没打。大家闭着嘴，闷着头往上爬，没人说话，倒是一林子的新鸭嘎嘎喧闹，吵得人心烦意乱，只能偶尔彼此取笑，苦中作乐。最近原住民向导特别爱聊贵妇登山团，据说这些贵妇爱找原住民向导背装备，爬山时两手空空，还不准向导远离，以便随时取用小阳伞、防晒乳。他们爱扎营便扎营，绝不敢行程，亲切随性，小费大方，特别受向导欢迎。可惜阮姐上山刻苦耐劳，我们走的更不是贵妇行程，
向往贵妇团的向导拱贵妇不成，望着山径难掩失落之情。这边有点垂直啊，好陡啊！哦，这边可能要用点力哦。这边不太好爬，哇，可能要在这边拉一下。好，小心。好。这边可能要有一点手背的力量了。对，树干比较好抓。踩在前面。到了。好，杨姐，小心了。你不要完全靠。威力很强，没用绳子可以抓上。等一下，脚踏好哦。等一下好。好，喘一下。还有啊。还有小段。还有小段。而且威力蛮强的。嗯。拉绳子可以拉得上。好，行了，用船的哈。给我，可以，来，好了，弟弟。喉咙很有力哦。我再上去。那你上去再传给你。脚架，脚难爬。踩上去一格，右脚踩上去一格，自己感觉吧。无论是攀爬岩壁，还是走过碎石坡，登山经验不多的阿勋，好像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似乎有点过度拘谨，造成手足无措。阿义师多次提点。还是说出了要靠自己的感觉这样的话。登山迷人之处，常常不是攻顶的快感，而是在极度劳苦中忘记肉体，更纯粹地向自我内在探寻。于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和冥想者。经过这段历练，如果还不能自己感觉独立行走，
未来的中央山脉大纵走，难不成还得让大家时时看顾脚步，拖累大家的行程吗？还好，用心感觉的阿勋神情多了些自信，动作也不再那么犹豫迟疑，看来他已经领受阿义师话中哲理。而摄影师阿义似乎也跨越另一座山峰，展现几分大师气度。几天下来，三位年轻人谁有资格接受中央山脉大纵走的考验，老鸟心里都有数。体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感受山林、敬畏山林的态度。爬完峭壁就登顶了，哎，到啦，到了到了，因为没有基座哈，没有，加油加油，到了我们巨齿连峰哦，就代表性的一座山头，就是巨山，海拔3275公尺，那它大约就是在这个巨齿连峰的中间，恭喜各位啊，又爬上一座山岳了哦。真视野是不错了，早上还在碧路，哎，在碧路已经隔了好几座山头过来了哦，而且每个山头的视野都很好，360度，对，蛮怀念帐篷的哈、哦。对，没错，好多天没睡帐篷了，两天没睡帐篷了哦，都是紧急帐篷，而且都没有睡平的那个地，哦，每天大家都在溜滑梯都滑下去。今天营地应该比较平吧，如果我们走到的话。OK， 向导他们先走了，可以帮我们先弄营地。好了，登顶，那加个油吧，来，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好，那还要再继续下去，走。巨山，海拔超过3200公尺，但山上没有三角点，并未列明百岳。而且无论从羊头还是碧路过来，都得辛辛苦苦翻过几个山峰，功利一点的山友对这样的山缺乏兴趣，巨山更显得孤傲寂寥，难以亲近了。下了巨山，巨齿七座连峰已经走了大半，但太阳也有一大半隐没天际，我们又摸黑了。开灯，哇，现在时间是6点，那天就暗下来了，还看到一些夕阳西下的那个霞光，橘红色的。那我们还没有到营地，眼前有看到一个岩壁哦，是要横渡过去的。那我们一样要战战兢兢啊，小心走哦，大家小心的走哦。OK， 好，那我们先过了啊，小心哦。好。尽量靠岩壁，好了好了。知道，峭壁下去也是很深啊、哦。下去还蛮深的。好，我说你那边有问题都要叫一下哈。好，不要紧。峭壁进入密林，夜色中风吹林梢，脚步声拖拉，喘息声起落，还夹杂着脚架金属碰撞的声音。
我们就像一支找不到战场、意志颓唐的夜行部队。有些人对我们总是扛着大脚架不甚理解，其实让那些山头稳若泰山、气势恢宏的正是脚架，磕磕绊绊、沉重累赘，再再提醒我们记录美景的责任。哎，哎，谁？是谁？哎，蓝教官的声音。哎，营地到了吗？到了。哦，你们都三个小时啊？走那么久啊？不奇怪了，真的。怎么每次都走那么久啊？哇！哎，蓝教官。哎，到了。啊，好。那个脚架我来背。谢谢。谁来了？他到了，这边要补，要躲车。谢谢。回去都要练攀岩。哦，很好重，瘦子。好。OK， 好吧。今天好像比前两天好一点了，好多了。前两天走到大家都有点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哈。对 ，OK， 谢谢，谢谢教官。快到了，快到了。再大概走多久？五分钟就到了。不是三个小时啊？不是，已经过了嘛？过了，好。哦，好像在下面。没有没有，我们这上面下面是不要紧张，我怕你们太晚了。我怕分组的。哎，到了，到了，哎呀，哎呦，到了，闻到香味了，大家恭喜了，到了，太幸福了。你看今天大家精神是比前两天好很多啊，外帐都搭好了，哦，进来，呀，哎，小田，小田，小杨，啊，辛苦辛苦了，今天小杨没去闭路嘛，他是先过来把我们这营地先安置好。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去找水源。听说已经有找到了嘛？哦，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营地就很正常了哈，跟平常一样。你看，有外帐，然后帐篷也有嘛。对，下面哦，你看，好久没看到帐篷了。这有两顶帐篷啊，太感动了。今天大家终于可以睡在这个平坦的地上了，好好的休息，因为已经走四天了。那其实本来今天计划的行程哦，今天就要攀登羊头，然后下到纵横公路，所以我们整个计划呢是 delay 了一天，不过这也是在我们预计的预备天之内多一天。那明天我们就从这边去羊头，那时间应该还蛮充裕的。不过今天听说我们的水是很特别的，很温馨的，是吧？对，那个王生以前有带我们一起爬山的 Sam， 从那个羊头的登山口背上来，然后小羊到前面岔路口去接，太感动了，背了18公升，太棒了。Sam 就是上次跟我们去碧路山的那位向导，对，哇，想不到他这次从羊头登山口这样背18公升，哎，这不简单的，因为羊头山是很陡的，从中横就这样直上，明天下去就知道了，非常陡，所以他背上来是很难得的，感激，谢谢你 Sam。谢谢谢谢，OK， 那我们就赶快卸装备休息了。好，谢谢。好，小心。哇，哦，在哪？别墅，橘红色的别墅。公羊有向导杯，进入营地就有热食等着，连帐篷都已经搭好，完全不必动手。说起来，我们的享受程度和贵妇登山团也差不了太多。只是我们不是为登山而来，除了爬山，每个人还各有职司，就连三位新成员，其中有两位要做摄影助理。不当摄影助理的小学妹，原本有意让她多锻炼，搭搭帐篷，学学野外炊煮。可惜上山以来，她有轻微的高山症，头痛乏力，精神不济。向导心疼小女生，一路上对她照顾有加，反而让她少了点磨练。向导煮饭做菜，他也只能陪着聊聊天。看在学长麦哥眼里，难免有点心急，更不知道该怎么打分数。今天已经是山区的最后一晚，迷人的向导大餐就快上桌，这么让人期待，难得轻松的夜晚，还是先不去想杀风景的事吧。
两系都起来，改制了，改制了，改制了啊！五十三了，啊！哎，谢谢小杨。来，等等，来，一二三，哎，谢谢小杨，谢谢村长，杨村长，今天又连胜了，对啊，今天这个部落签得很好，对，哦，今天这部落不错哦，对，选得很好哈，对，打得太好了。感觉做事情不太方便，真的不习惯，太宽了，对对对，太宽了，真的是上部落下部落都很近的，像东西一丢，哎，放太远了，要找都要找很久才找到，所以太宽也不习惯，厨房太大了，对，厨房太大，啊，今天是丰年祭啊，签了三次部落了，总是要有丰年祭嘛，对啊，所以今天大家都很快乐啊。好啦，那我们就大家开始用餐啦。天气很冷，来，哇，你看，预备天这个菜还是很多啊。对，小杨真厉害，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用掉预备天的菜了。哦，前面把预备天先用掉，先把预备天的东西用掉。哇，菜厉害。这个饭上面还有用腊肉哦。哇，太强了。哇，洋葱。好香哦！开到了，来，大家夹一夹啊！很好香，哎呀，有锅巴呢，锅巴吗？有啊，爸，小爸，啊，有，来尽量吃。锅巴，这边切了。锅巴很好香，对。真是幸福啊！那个汤也是配几哦，大概一人一杯。因为有水的关系。对，夹菜。不要再叫杂菜，等一下你们没得吃了。好，今天菜很多。向导大餐是每一位队员一天中最大的寄托，也有不少观众不记得我们爬过的山，忘记我们血泪交织的过程，对向导大餐却印象深刻。其实拍摄向导大餐不是娱乐，它记录下这个时代登山的样貌和登山者的向往。拍摄过程，摄影组总是最后上桌。刚开始，刚离开学校登山社的队员常常不管工作，吃饭火力全开。后来才知道，吃饭皇帝大，但打灯、收音、镜头走位比吃饭还大。外景拍摄工作和一般纯登山之间的差别，要学的还有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大清早叫我们起床的竟然不是星鸦，大自然安排得很巧妙，柔和的晨光就该配上婉转鸟鸣，轻轻柔柔地把大家从梦中唤醒。这是几天来最舒服的营地，几个年轻人看起来身心的状况都相当好，反而是仕途老马对今天的路况有点忧心，提早做了准备。昨天没有穿两双袜子，没有。那今天为什么要穿两双？因为最后那段下坡，下坡要穿两双。对，比较不会那个上下左右，要很平均，刹车皮才不会磨坏。对。好喽，面好了，来哦，吃面哦，来吃哦，因为这个泡面很快就糊掉了。对，大概起来了。哦，不起来了。来。放在泡面上面很暖暖的，里面有宝物哦。哎，没有了。有青菜，五克拉钻戒。有啊，幸运的人才吃得到。两克拉了。两克拉以上，你给你老婆都是几克拉？我们要带很多啊。啊？每个部落都有。都有钻戒啊？对。为什么？动工啊。最后一餐了。慢慢来讲。你很敏感哎，特敏感。上面吃一吃汤，下面就会出现了。翻一下，里面有宝物哦。对啊，准备出去了。没有，我们已经要完了。没有没有，等一下，他们要感谢你啊。等一下，我要扣音，我看，仔细看一下哈。等一下，不要按错了。我不按错。
对，困在那里这边。可以吗？喂，有听到吗？哦，来，王生，来人，来，大家准备。一二三，感谢王生。哦，你看，哦，安田，你感谢太感动了，掉着眼泪，掉着眼泪了呢。哦，对，准备，我们在整理东西了。王生打电话来问我们水拿到了没有，太感动了。好 ，OK，OK， 好。前几年陪我们登碧鹿山过国庆日的向导王森，发现我们在山上多待一晚，主动扛水补给，18公升水在山下只需开个水龙头，在这里却是无价宝物。他的美意和热情已经渗入大家的脏腑，真正是敏感妩媚。登山另一个迷人之处是山上能有那么多心机，大家都在匮乏的状态，唯有同心协力才能克服大自然设下的难关，特别容易建立情谊。尤其这几年大家有点年岁，子女纷纷出世，爸爸经一聊，彼此的子女就算没见过也觉得熟。摄影师阿义和向导小杨两人甚至互称亲家。就在几天前，外景队在中央山脉大纵走途中，小杨太太的第二胎提早报到，大家二话不说分摊小杨的背包，让他赶下山探望妻女，希望有一天孩子长大了会想到山上看看当年爸爸奔波闯荡的台湾山野。要转再转绕一圈吗？不用了吧，去吧。好，哎，好，好，哦，要这样啊，哦，像一面高墙一样。对 ，OK， 我们从山部落来。对，山部落。对。哦，今天我们要回家了。哎，回，真的要回家了。真的回去了哈、哦。真的没水了。没有站住了。这是拍摄计划的最后一天了。嗯。那我们今天的路线就是离开这个东峰这个营地以后，待会会越过巨山东峰。那待会到了三岔路口后，我们就要去攀登我们这一次最后一座百岳，就是羊头山。那希望今天一切都很顺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了。嗯，好，好，那我们就出发吧。好，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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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巨山东峰营地，这是几天来唯一让人依依不舍的夜宿地。可惜我们命定漂泊，营地虽好，也只能睡一晚。然后就得跟着爱迁村又喜欢改选村长的向导再次上路。所幸这一路建筑草坡高度宜人，行进不致遭受牵绊，展望十分开阔，羊头山已经在视线中迤逦。羊头山不以高险著名，却是登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山，登顶后麦哥会特别介绍。陈教官，对，今天的天气跟你一样蓝呢。哦，这样哦，对，很好蓝。对呀、啊，蓝天白云嘛，很好蓝，真的。对呀、啊。哦。布农族的蓝教官其实姓姓，蓝教官是山友跟族人开玩笑取的绰号。经过节目广为宣传，知名度大增，很多人都以为他姓蓝，打电话到家里说要找蓝教官，还蓝太太、蓝美眉的叫，让姓太太跟姓美眉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蓝教官常挂在嘴上的原住民冷笑话，很好滑，很好抖，慢慢又发展出很好蓝、很好香。这些以很好开头的自串，相信会在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时候发扬光大。巨山东峰营地哦，
一路上升，现在这边就是巨山东峰，海拔3035公尺。那我们站在这个山顶上可以回看哦，我们昨天登上去的巨山3275，这边比这边高200公尺。从这角度看，巨山其实还蛮雄伟的，哇，它的落差还蛮高的。所以我们到这边林相也不一样，我们昨天在巨山看到的森林都是冷杉哦，从东峰营地走上东峰又变成是台湾铁杉了。那待会我们越过这东峰以后呢，就会下到三叉路口，那就可以去攀登羊头山了。冷杉、铁杉、羊头山，麦哥讲得很溜，万一闪神不察，还以为这三个山是同一种东西。羊头山在台湾百岳里高度属于后段班，但是爬起来很有挑战性。从碧鹿山过来，有锯齿连峰层层屏障，走中横上来，4公里多的路程，爬升1000多公尺，标准的很好陡。待会儿从羊头下山，不止铁山，还会从针叶林一路看到阔叶林，前提是不能摸黑。终于到了，我们现在到三叉路口了，怎样？对，啊，终于到了，到了吗？对对对，那大概我们就从这边去羊头山，哎是，对，大概的话是重装卸下来，对，重装卸下来 ，OK， 然后轻装上羊头，轻装上羊头，哎，好，恭喜恭喜，终于可以轻装再去爬另外一座百岳。那从这个岔路口呢，到羊头山大概1.1公里嘛，哎，那到碧鹿是3.8，所以这边来回大约要2个小时要。差不多。拍摄不止，拍摄是慢一点啊。那我们就把沉重的装备卸下来，待会就要去爬白月的羊头山，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座。对啊，天气还是很好，老天很帮忙啊。好，往下下背包了。好，这个三岔路有一条就是下到中横慈恩登山口，传说中很好陡的步道。也是蓝教官今天要多套一双袜子的原因，希望大家都把刹车皮准备好，安全下山。我们卸下重装，登顶羊头山，感觉步履空前轻盈，向导更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途中有几个小岩壁，这几天大家拉绳攀岩、摸黑夜行，早已经见过大风大浪。无论新旧成员，大气都没多喘一口，就一一翻过这片岩壁。还能在3.8K 的地方坐下来交换冷笑话，一番较劲，还是没有人冷得过蓝教官。稍事休息后重新上路，小杨帮助理拿脚架，竟然宣称脚架太轻，他扛起来路都不会走了。这还真是异军突起，冰冻程度直逼蓝教官。他后来补充，最主要是脚架不符合人体工学，为了人人嫌弃的脚架，大家集思广益，中央山脉大纵走时就会出现背脚架的秘密武器。哦，很陡哦，后面。哎，已经爬出森林了，快要登顶了。这边整个视野都开了，可以看得好远哦，看到花莲利物溪的太鲁阁口、太平洋那个地方。那在利物溪右边可以看到非常尖的塔山。嗯。那左边有看到三角锥山啊，清水大山，哇，这边看得都好清楚哦。那快到顶了，加油！快到了，加油！你要多多关注我们地方。羊头山位在花莲县境，走到这里，视线里几乎都是东部山头，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被麦哥点名，听起来很新鲜。大家都感谢老天给我们全程好天气，蓝教官说可以放2/3颗心，今天可以下山，这句话有如仙乐。
4.1K 到了。Hello， 到了到了。到羊头了。恭喜恭喜，到不到了？哦，太棒了！老天真的太赏眼了，给我们超级无敌的视野，跟碧鹭山一样，在这边360度的山岳都看到了，真的是太棒了。嗨，羊头山到了。3035公尺，嗨，来吧，嘿，加油加油，小亮，辛苦了辛苦了，来来，辛苦辛苦辛苦，哇，好辛苦啊，辛苦，来来来来，不会不会，嗨，辛苦辛苦辛苦，好，放下休息一下，来来来，耶，小蜜，哟，恭喜恭喜，又多一个百岳，对啊，愉快，嘿。好了嘞，哎，枪枪枪，全部枪啊，小林，哎，谢谢谢谢谢谢，哇，还有辛苦的摄影组啊，辛苦辛苦。来，一哥，看一下，好，一哥一哥来，耶，好，伯伦，伯伦，伯伦，来来来，来，伯伦来，看不到了，怎样？啊，辛苦了，阿勋，哎，第二座，耶，你有笑容啊，耶耶耶。不简单啊，这样形成回首来时路，山高无坦途啊，这 MIT 常用的一句话。回头看啊，巨山啊，连峰这样过来，真的是蛮远的。那我们这次是卯碧阳，从卯木山到碧鹭，走巨齿连峰、巨山，然后到羊头，啊，真的大家蛮辛苦。我想这一趟应该是蛮好的训练啊，该体验到的、该训练到的状况都遇到了啊、哦。而且我们这次很重要，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即将走的路哦。羊头山哦，海拔3035公尺，虽然它的高度不是很高，不过视野和展望是绝佳的啦哦。那 MIT 的习惯呢，到了山顶一定会对群山点名。那平常都我一个人在点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点几座山，这样好不好？好。好，那我就先，我们先从东边这边，就是太平洋这一面哦，利物西隔口这边哦，可以看到就是塔山。三角锥山、清水大山，左边，哎，北边的，啊，这边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中央尖，然后再过来就是无名山，无名山，好，哎，北边，然后慢慢慢慢绕到西边的，小米看到哪里？好，我可以看到黎明山，再过来是我们昨天去过的碧鹭，然后再来是巨山，巨山了啊。已经到东边了，阮姐看到哪里？我再过来就是合欢北峰，哎，合欢北峰，再过来就是合欢群峰，包括石门山，再来就是合欢东峰。哇，很厉害！接下来蓝教官啊，我以上5个手指头，我看过哦，那个方向，屏峰再往上，哦，那个起来北峰，嗯，磐石，好酷哦！到起来东人啊，小杨。加州之后就是还有个大山，再下来过去就是六组，六组的后面一个感觉在重叠的山，那个叫帕托鲁，嗯，哎，然后再下去之后我们就下到月王艇，哇，其他都能就是这么简单就完成了，哇，用看的真的比较容易啊，看完了，对啊，所以羊头山值得大家来这边走一走，这山。虽然有点累了，但是单工的话一天就可以来回了，因为这边的视野真的是很棒哦。而且这座山在台湾的山岳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座山哦，因为在民国61年12月5号的时候，台湾的百岳俱乐部啊，就是在羊头山顶这边成立的。那时候登山界的前辈哦，四大天王他们在这边聚会，然后成立了台湾的百岳俱乐部，所以推动了台湾这个登山的风气哦，就是在这个羊头山上。所以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座山啊，来到这边你就可以体验到台湾虽然很小，可是真的是很漂亮哦。这有那么高的山，那有这么棒的生态和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要团结一致，不要再分彼此啦。我们这趟行程已经拍摄算完成，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平安到达下面登山口。我们刚看到路标哦，是4.1公里啊，表示我们大概还有4.1公里的下山路，而且落差是1000公尺啊，等一下下2座101啊，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安下山，那才算完成我们这次的任务。嗯，大
家点名的群山，有一些我们只闻其名未曾走过，有一些我们曾经踏上山头，其中更有不少大山在我们离开羊头山展开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时候有机会登临其上，到那个时候再回望羊头，心情一定大不相同。四十年前，登山界高手云集于此，羊头山论剑，从此台湾登山活动兴盛，登百岳的风气至今未衰。我们即将从这座意义非凡的山头出发，踏上中央山脉大纵走。不可否认，队伍里不少人还有拿百岳的念头，但是我们相信，当年制定百岳的前辈为的是让大家走出户外，强身健体，认识台湾山林，而不是登顶拍照比赛百岳谁拿得快。我们总计前嫌，期望从这里出发，让大家看见台湾自然之美和山林的层次深度。拿百岳山头为群山点名，只是额外的红利奖赏，不是目的。从羊头下山到中横慈恩隧道登山口，这一路是越界知名的陡降坡。蓝教官这些仕途老马早就强化刹车皮，他还提醒年轻人不要幻想自己是家里开豆腐店的山道之王，甩尾漂移那些花哨的招式在直线陡下的羊头山派不上用场，换低速档慢慢下山才是安全回家的路。终究是不能打破 MIT 的传统啊，就是要摸黑嘛啊，蓝教官。对，摸黑才是正常的。对，好，各位辛苦了，终于到了，我们已经到了中横公路了，从羊头这样下来，大概下切了1000公尺啊，真的是对脚是很硬的考验嘛啊，脚会很硬。脚架带下山啊。哦，那么厉害啊！小教练，还可以跳个舞吗？还可以，真的要到登山口才是圆满成功了。对，对我们今天也算圆满成功了。好，辛苦大家，也恭喜大家了。哇，看到车子很高兴哦。王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来了来了，久等了，久等了。你这个久等不是说等到晚上，是等多等了一天了。对呀。还好昨天有联络到。不然昨天来就扑空了，好，谢谢你了，谢谢，我等了，王大哥真的很热心，很客气。OK， 我现在看到车子，大家一定很高兴。好了，好了，谢谢，来，谢谢各位。终于重返文明，大家举杯庆贺完成集训，同时也预祝中央山脉大纵走圆满顺利。这是 MIT 台湾制成军以来最大的挑战。队伍里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麦哥已经有了决定。让他伤神担忧的是，这么漫长艰苦的任务，途中会有什么难测的风云？能不能把中央山脉雄奇的山景带回来？然而，经过长久规划、万全准备，羊头之后，中央山脉大纵走势在必行，更是势必成功。就爱。
到天涯，我要与山一样高，要和蓝天一样远，今生今世不改变。走过中央的山脉，遥望玉山和蓝天，爱人就在眼前，许下一个心愿，爱就爱到永远，爱就爱到天涯。山一样高，要和蓝天一样远，今生今世不改变。